职棒乐天桃园队的啦啦队 Lucky Girls 成员之一。那你上次为啦啦队啊，你平常是怎么样保持你的体态？就是除了上健身房之外，就是你有在健身吗？感觉好像不是很爱运动，很白啊，然后这样啊。可是我常去健身房哎、欸，只是我不喜欢跑步，因为跑步就是在外面跑步很无聊，但是我会去健身房直接重训。没有，我会先去健身房跑步，然后跑20分钟，先热身完流汗，然后再去做重训，然后重训完之后再回来跑。除了健身房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？没有，没有特别坚持。那你加入就是乐天啦啦队多久了？今年是我第二年。那加入之前是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就刚大学，刚上大一那时候，然后。然后之前是担任练习，笑了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看后面之前是练习生啊，就是有在经纪公司担任练习生这样。练习生是韩国的那种练习生吗？韩国体系，但是在台湾。哦，那是被刷掉还是？就是原本公司不同的生涯规划，对，生涯规划不同，然后就没有要继续执行原计划。那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？唱歌。哦，有，我们因为就有看你在大热里面有演唱，有。那还是现在要不要为我们轻轻的唱一段？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小指感应。好，这样好就说耶、哎，先这样就好了。对、哎，问一下你感情的部分，你现在目前是单身吗？单身。哦，单身多久了呢？2年多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什么样类型？我喜欢有主见、高，因为我很没主见，因为我是天秤座，我有选择障碍，所以一定要帮我决定好晚餐要吃什么，不然就是两个人饿死算了这样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干嘛？是不是要你会觉得这个背景很突兀吗？什么装置艺术还是？就是对啊，怎么那么缤纷啊？就是这个背景的部分，是我们要不要今天真的是要？我们今天要来攀岩，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练习很久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C 大哥，来，所以你有爬过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有稍微爬过了，还好吧，就那么矮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今天不是要爬这个，我们是要爬外面那个大楼。我昨天练习那么久。然后挑战就是不要带装备，有保险，我爬先。那个保险有帮我保一下吗？黑人海关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OK， 你们要挑战爬的就是这个户外的，OK 吗？对。不知道怎么说 OK， 骆驼的脸是有点尴尬。不知道怎么说 OK， 还好了，差不多四层楼。你有恐高吗？我有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给他有一点高。对啊，我在到那里吗？然后把气球捏爆，那我到不了怎么办？到不了，所以我记得我看真美老司机的时候，其他的真美没有这么。辛苦哎、欸！我现在感觉平常塔吊怎么过那么爽？我要上去啦！计时开始。哎、欸，其实你蛮有那酷水的，对啊。谁、欸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小猪人是不是啊？来，看。哎、欸，你感觉很会爬哎、欸，会倒，会倒。对啊，你可以倒得了吗？你还做不了。我尽力了。等一下爬树。我有一点快闹尿的感觉，啊哈哈！我们大家侧远一点啊！啊哈！我讲，好，上来了。啊！我真的有点想要尿尿。看什么看？赶快去订阅正美老司机啊！我快掉下去了，先放我下来。你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再两步。耍一个特技好不好？哎，边攀岩边上桥。对啊，现在飙高一点，上下我喜欢，快点！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我的妈！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我先下来，啊！喂！有一点高，
OK 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上面的心情如何？就是给他有一点点喘。哎、欸，但是你完成嘞。我以为我做不到。对啊，其实。有够累的啦，我现在还要自己粘气球，等下自己抓。这团队多客家，我怎么感觉在帮自己挖洞跳？挖洞跳！哇塞！啊！没力了啦！下来，下来，先下来。我知道拖鞋要扣钱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。是大哥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喘呢？我去。刚刚那个气球，刚刚共同成绩是2分06秒。哦，哎，2分06秒，好像其实算快的，算快。那如果我超越没有奖励啊？超越有没有奖？6成，拿2成。不要吧？还是你要奖励？计时开始。其实你可以慢一点。哎，你很快耶。哎，不能太快不好吃。哎。不要这样子吧！你刚才不是爬过一趟了吗？哎，你裤子是不是快爆开了？哎，真假？哦，我你爬太快了啦！再见！对啊，你已经到了。到不了，到不了，慢一点吧。是不是在浪？啊，是不是想要浪？哎，我们要留一个好印象，是不是？教练把它丢下来。让他下来一点，教练偷把他拉下来一点，来，1分钟了。哎，什么？摄影大哥相机，哎，摄影机没开哦，所以要重爬是不是？哦，哎，你可以下来了，老司机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他不够体贴，没有让女生这样不行。不行，大家烦恼共同惩罚，不然再替我们共同惩罚了，因为我们惩罚就要爬到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爬那地方。其实真的很难爬，真的。我以为我爬过，一起加油。